如果呢，你是这个做命的，却没有这个特质，请你看一下你的命宫有没有劫空。不管你是廉贞贪婪加天姚加上劫空，就是这三个组合当中，只要你的命宫有劫空，那就完了。贵州海龙宝啊，桃花龙宝啊，有的人一辈子可能都没谈过恋爱。接下来我们请教老师，哪些紫微命格的男人一生桃花不断？好的。这个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对于男生来讲，觉得我桃花不断，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情啊。好，我们要请男生呢，把你的紫微命盘端出来。端出来之后呢，我们要看的是命宫。像小董呢，他的命宫是空宫，但是借对宫呢，他是天机跟天两重命的人。那观众朋友，你的命宫找到了吗？我们现在呢，就来揭晓第一个组合，叫做喜欢新鲜刺激。这个男人桃花不断，就是喜欢新鲜刺激。命宫做到了，来听好啊，要廉贞加贪狼加天姚，要这三柱同宫。如果你只是廉贞加贪狼少了天姚还不算，或是廉贞加破军加天姚也算。对，它一共有两个组合，就是廉贞贪狼加天姚，廉贞破军加天姚。对，好，这个命格呢？有这两个组合的男人，他的特性就是他爱自由、爱新鲜、爱刺激。那一般来说呢，他不会让他的感情呢闲置很久，这个旧的去了，新的很快就来了。甚至有的人旧的还没有去新的就已经亲门踏户了。而且啊，他们对于自己的魅力是非常有信心的，他很懂得如何在女生面前去展现他的魅力。那有一句话叫做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他们一旦坏起来，会让女人恨得牙痒痒的。问题是呢，那么恨还离不开他，就算是离开了呢，还对他怀念特别多。哎呦，所以他们的桃花跟他是不是单身那是两回事。这个组合呢，就是天生的桃花命格。他这一生呢，不是正在桃花的途中了，就是已经在桃花了啦。所以当他的另外一半是很辛苦的，而且呢，年龄对他来讲绝对不是障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年龄越大，他越成熟，他越有那一股。对，越有那一股吸引力，这是第一个啊。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呢，叫做会讨女人开心，也要三柱同宫，命宫做到了紫微加贪婪加天姚。小董你没有，你不用看啊。我看赖老师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如果只是呢紫微加贪婪没有天姚的话，也不算啊。好，这三柱一同宫的话，哇，他的问题就来了，因为紫贪的男人呢，他在长相上面帅帅的，而且呢。谈吐也不熟，这个只要有他在的场合哦，那个聊天哦都非常的热络，尤其是呢那个场子女人越多，他越能够活络那样的一个气氛啊，所以他在女人面前了，你就看到他真的就像桃花一样，哎，花蝴蝶一样穿梭当中，而且很幽默。很风趣啊，很懂得呢去帮女生做一些服务啊，所以女人其实是还蛮喜欢这种方法的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她很懂得让异性开心，她很懂得女人，她知道呢女人想什么，女人要听什么，好，女人爱什么，所以这种哄女人开心的话，一般人听起来会觉得这个人呢实在是花碌碌的逢迎拍马，但是呢。女人听起来其实这些话是很受用的，对，女生很吃这一套的啊，所以有很多女生会为了她的谈吐、她的幽默，跟飞蛾扑火一样扑上去。但是呢，她这种幽默风趣哦，只限于婚前或是对外面的女生，一旦你成为她的老婆之后，这个幽默风趣的福利就没有了。好，所以是对外面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呢，老婆永远是别人好啊。真的奇怪。所以他这个桃花到底好还是不好呢？来，我们来看第三个组合，叫做百分百的暖男了。命宫做到了，这三柱同宫，天同加太阴加天姚。你也没有，不用看了，也没有。我都没有，那我现在干嘛？排个命盘，天同太阴加天姚简，那个赌盘给我不然好吗？同阴的男人，同阴的男人哦，同阴的男生在个性上面呢是蛮体贴的啦，而且给人家感觉看起来就是无公害的样子，很善良，很无公害的样子。他的异性缘又很好，通常呢他对待外面的异性呢就是很喜欢帮助别人，很热诚，很会去温暖别人的那种受伤的一些心灵啊，就是对异性呢可以说是关怀备至，所以一般外面的人对他的印象就是属于这种百分百的，他就是一个暖男。
但是今天他这个暖男只暖一个人还好啊，他全部都暖了，只暖一个人叫做暖男，如果他暖一群人，那个叫做中央空调，那个叫做大众情人啊。所以呢，加上天姚的话，他就是一个中央空调大众情人了啊。同一个男人在异性面前呢，他展现出来，他经常表现出就是一个心灵的导师，别人的情绪的垃圾桶，所以女生啊，情绪上面一有什么不愉快啊、伤心的地方，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找同音的男人。如果身边有这样的异性啊，就找这样的人呢去倒垃圾、去取暖。那对于这个同音的男生来讲呢，他们碰到这种状况呢，他也不会拒绝，他也不忍拒绝，他觉得呢，人家心情已经很不好来找到你了，拒绝他这个实在是太残忍了。但是他却忽略了，他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话，他去温暖了别的女生，那对他的另外一半是不是很残忍呢？对，我相信所有的老婆都不希望自己的老公是一个中央空调去暖别人，可是回到家里来呢，他接受到的是冷气，不是暖气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百分之百的暖男了，我们只暖一个就可以了，不要当中央空调。但是呢，讲到这里啊，也许呢，有的观众就开始会吐槽了，老师，我听你在胡乱。我就是这些命格的人，我到现在一把年纪了，我连一个桃花都没有，你告诉我呢，我又是喜欢新鲜刺激，或是我喜欢讨人欢心好？如果呢你是这个做命的却没有这个特质，请你看一下你的命宫有没有劫空。不管你是廉贞贪婪加天姚加上劫空，就是这三个组合当中，只要你的命宫有劫空，那就完了，贵州海龙谋啊，桃花龙谋啊。有的人一辈子可能都没谈过恋爱，那还有一个，再不然就是呢，你的命宫有禄存，好，桃花星禄遇到禄存呢，叫做返回端正，就是规规矩矩。桃花星呢，就是属于那种规规矩矩的桃花。所以这两颗星在命宫呢，一个呢是把你的桃花星给空掉了，一个呢就是让你的行为变得很端正。所以不是老师不准，而是命盘上面呢出了这两个状况，让你的桃花呢就有所销声匿迹了。这三个组合就给大家做参考。董哥也有喜事啊，说有狗仔拍到是什么？我什么？那叫什么喜事啊？那不是、啊、我是没有注意看的新闻，这叫丑闻，你知道吧？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影响这个。哎呦喂啊！哇，是这哪里是狗仔拍的？根本自己拍的、啊。赖老师，你看你的学生，老师人家我为他高兴了、啊。老师人家好不容易单身，都是找这种的，你怎么还找？你都74了，你还找比你大两岁的？徒而不进，徒而不进，不敢。感觉不一样。其实有来就好。有九十先生传，我应该先把这个献给赖老师，赖老师，然后我再去找他的 partner， 他另外一个 partner， 那个胸围更大。哎，是一 cup 的啊，不要在老师面前讲这个啦，老师不在意、这个。对呀、啊，就说哇，董哥不错哎，挺好的哎，现在是什么进度啊？哎，你瘦了就是为了裸上半身，然后跟他手牵手，是不是？啊？我哪知道会不会偷拍到啊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嘞？这算偷拍吗？人家都这么大方啊。没有，这个这不是，这是我帮他拍的。那时候我因为我脸书啊，我需要激活他，因为我后来要做 TikTok 吧。现在都自媒体时代嘛，怎么激活的？就是你要常常更新你的照片，你现在干嘛啊？你一下在吃饭，一下在海边，一下可能出国去玩，你现在要脸书，你看我常看赌林哥的那个脸书，因为常有时候在泰国，有时候在哪里国外什么的，随便你都几万人观看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就到了万里啊，去拍一些照片，我们想说彼此都我在万里啊，他是 JKF 的百大那个女优，没错。那我们就各自把各自流量这个粉丝，我们把它弄高，炒高一点嘛。我们为的是要这样而已。哦，他甜心 Q 奖哦。哎，小 Q 嘛啊。哦，他最近名次往上调了，这样三几名啊，他们有分名次，一百名。他是什么百大？就 JKF。JKF。所以呢，他越拍的越火，然后那个销售量越高，他名次就一直往上，会爬上去。三十几很厉害哎。三十几，他排在60几而已。哦，很厉害！他最近刚出了全裸的写真集。哦，这身材是真棒。所以你们只是为了这个叫什么互粉，是不是？对，互相帮忙一下嘛。哦，互粉算是我的红粉知己。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帮我。我认识他很久了，我一直希望他能帮我介绍个女朋友，但是不要那么年轻的。我老实讲，我儿子都已经19岁了，我找个22岁、24岁的，这算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也56了啊，所以我希望我的。
女朋友是大概是35到40之间，我这个我可以接受，成熟嘛，也跟我一样。林老师好像差不多吧。林老师哦，超过了。他不是要去那个北欧吗？哈、啊，冰岛。是，我们林玉佩老师，我们还有一个吴美玲老师。哦，对，啊，吴美玲老师啊，对，也长得甜甜的。几岁啦？72，现在还在家里睡，比你年轻一些。哦，比我年轻啊，那可以啊，很漂亮。等一下再介绍一下，她今天穿了一套那个白婚纱来。那我去租套礼服，好吧？你等我一下。燕尾服，对，先安排，不要那么急啊，先去海边互粉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她可以哦，美玲老师可以哦。结果到现在小 Q 都还没有给我。都还没有给我回那个答复呢，就答复什么？他自己忙得要死，对，都没有帮我介绍任何一个对象。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？挑战吧大神麻将手游即刻下载。